天气算是阴天吧，阴晴天呢、Hello，我来到这边了，现在挖得更夸张了。生态也变了。看到卷仔在跳，那边常年在疏浚，真的很讨厌。南投的溪流就是这样子啊，一直被挖啊挖，冲了又挖，挖了又冲，就是这样子，很糟糕。原本的溪床变成车床，车走的床。现在往上这边。这个以前这边很深，现在很浅，然后越过那边走过去，我往下游走，上游都已经被破坏掉了，所以等一下从这边走过去，哇，等一下那个溪流非常危险。这里的盆就超多你不是细呀、啊？天哪，好凶！为啥没带钓鱼啊？怎样管制？我才钓七年啊，拢无管制好无？拜托好无？我钓鱼卡，这上好是有管制啦。恁敢水利署的？恁敢水利署的？上好是水利署的啦。水利署穿安尼衫哦。公啦，标无啦。我跟你讲，这边为什么不能钓鱼？这边是你们在挖疏浚的地方啊。可是这边是河道，你们那边在挖，我在这边钓鱼，跟你什么事啊？我去下面钓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怕被人家知道你们挖太多沙石。
错哦，看，蛮漂亮的，大概有四左右，应该是差不多，身长大概有四。好呀，我够了。哇，中了！哇，大姐。好高哦！哦哦哦哦哦！在咬面前的。很吊耶，超级强鸡，啊，这菜底了啦，啊，是菜底啊，完了，绿绿的。还不错嘞，空的，啊！如果你再憋一条溪，都把你带回家了。拜拜。我靠，好快。
它是怎么跳？这有人放蛇哦？不是哦，是砍房啊嘞！哇！鲫鱼啊！快点啦！哦，人啊，吐温了。它咬15克的了。去吧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蒙面无白，今天在乌溪这边遇到这个西霸。什么叫西霸呢？就是占西为王的人。 OK 啦，算了，那今天的钓竿就上了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他看起来好像全长，气
有，然后不太像。